像那个什么，就是小王子吃过那个什么东西，忘了。我在你们旁边说的话，我会羡慕一下。刚刚叫他们去的吗？不想去点评，因为可以去那安静的。他以为我们去赛场进来的，我没这么看你。那里有饮料可以喝的，对，美女，美女，那有水，水啊，好，等等，有吗？有有，还有，这边有。后面有水，反正我们都是喝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吧？有没有衣服啊？啊，没有衣服。这个衣服。太冷了，这里太热。我就看这一对就好，我就这样就看到。你在不在里面呢？这个是不是没电？快没电了，一直在响。王总，这个是不是快没电了？一直在响。哦，不是我们的，还以为我们的。不行了，我刚刚打算没有我们的，Thank you.
Thank you.
吃那个牛肉冰箱里三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一日亚队与菲律宾队的第二场比赛，男子单打，由根木桥、瑞恩、弗雷尔、裁判员陈志生、中华台北、花球裁判员罗志光、中国香港。陈志生 Chinese Taipei. Service Judge Luo Qiguang, Hong Kong, China.
哎，你要去下面看，看一下，然后看一下，
Thank you.